大道降世之时，降生西南方，以封会姓，叫名变于序幕，拜华祖得道，仰观普察，究天地之生理，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。设天干地支，时天干甲乙丙，第三代轩辕圣帝，皇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又称有熊氏、凡书、气、律吕、度量、衡、公氏，衣服、器用之制皆始于帝。在位期间治国有法，教民有方，遍访名师七十一位，后访广成子使得真道，者有因符经，阐发大道妙旨。后传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四父传之唐尧皆续道脉。
第四代少昊圣帝，师子均志篇说，少昊今天是明智卫皇帝之子，异于穷桑，日无色，护照穷桑。第五代颛顼圣帝，皇帝训颛顼云：“原有大环在上，大举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大环者天也，大举者的也，法天法的，即可治民。”第六代帝喾圣帝，帝喾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，自言其名曰最成功是以乐教民，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。第七代唐尧圣帝，帝尧卫喾次子，国号唐，观天象，受名时，便立农作，让位于舜，始传心法。第八代虞舜圣帝，帝舜为皇帝八代孙，姓尧氏，父姓至孝，受尧传授心法，禅让帝位，国号虞，是有专官，政教更为修明，让位于禹。
第九代夏禹圣王，帝禹姓四氐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新法接续道统。从此之后，君位成为世袭，传十四世十七主禹439年，至桀暴虐无道，天命丧失，魏汤所灭。帝禹姓四氐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新法接续道统。第十代伊尹圣人，伊尹年少有德，博通古今，贯通天人学术，是有名除官，掌天下之口粮，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主要助手，是位政治家，著名的言师。伊尹曰：禹不暇于不顺，放太甲于同，名大悦，太甲贤，又反之名大悦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故可放禹。禹。孟子曰：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第十一代商汤圣王，汤王为帝喾四子之第三子契之十二代孙，灭夏桀镇天下，都伯陈运接演道统，至纣王无道，天命转移西齐文王接演，青阳其满。
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，姜太公吕尚。第十三代周公是武王。第十三代文王圣王，文王始祖契，是帝喾四子之第四子，姓姬氏，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。文王名昌，悟透姓李，作后天八卦，发明易理，阐阳道旨，继承天命后。父武王接续。第十三代武王圣王，武王为文王之子，名发，伐纣而有天下，国号周，新法相授，复周公接续。
第十三代周公圣人，周公是武王之弟，名旦，定礼制，治礼作乐，平天下，皆续道统。代忧立无道谓一大变局，道再分，故三教应运而兴，道降师儒，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，代天宣化，挽救人心。第十四代老子圣人，老子其父姓韩，母名金夫，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，因改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曰丹，生于楚国成群，楚国苦县，今河南鹿邑。 https://www.ebaymonthly.com/window/reading/lots/lao-intro.htm 又观世元括号逗号曾为周晋王驻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炫其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尹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已有道德经、清净经等化世，世称道祖。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立乡曲仁里，原属陈国，今河南省鹿邑县。https://wikipedia.org/wiki/100%80%81%100%1
曾为周敬王驻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炫其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尹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已有道德经、清净经等化事，世称道祖。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立乡曲仁里，原属陈国，今河南省鹿邑县。https://ch第十五代孔子圣人，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系水精子化身，降生于鲁的，出世鲁，曾访师七位，后问礼于老子，使得真传，周游列国，宣道于天下，其道正交两间入相而不着相，由相超气入礼，晚作春秋，山师书，定礼乐，继往开来，阐发真理，开儒教之嫡脉，传之颜回，复传之曾子，心法相授，一贯相传。第十六代颜回圣人，颜子惠回，字子渊，鲁人，父姓聪明，能文艺之时，得受孔圣心法，世称父圣。第十六岑子圣人，岑子惠参，字子舆，鲁人，父姓至孝，受学于孔子，得受心法，述大学，作孝经等书，独传孔门心法，后传之子思皆续道脉，世称宗圣。
第十七代子思圣人，子思姓孔惠吉，孔子之孙，受学于曾子的受心法记道统作中庸，传孔门心法，后赴孟子接续，世称数圣。于子思的受第十八代孟子圣人，孟子慧科邹人，受业于子思的受心法，游说战国辟异端，作孟子七篇，其说尊王见霸，众仁义，亲功利，创性善之说，世称亚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，官敏、如周敦颐、陈浩、陈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相继而起，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究未得继续道统。因孟子以前业已盘转西域世教接演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。释迦世尊、释迦牟尼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，十九岁出家，后的燃灯佛受记，承运接演道脉说法四十九年，移经者点度世万载，其道只信作佛，直探本源，缘扫气象而入理，后世称为佛祖。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，到迈赴海中国。
第十。